PVC 材质的面条虫一扯就断，玩黑坑损耗太大了，所以一定要用很难扯断的 TPE 材料面条虫，一条能玩一整天。而且买面条虫一定要买这种带两个小翅膀的小飞棍，不管是小跳还是云收，都有额外的扰流和泳姿，比没有泳姿的光杆面条虫效果要好太多。而且 TPE 材质的强大浮力还能让它在水底永远保持尾巴朝上，自带内德哥的效果，一包10条，一个冬天也用不完。